苦累。好，老师，我们就开始先来示范听到吧。先，我已经来了。应该可以懂，了解。我先确认一下，然后就对，可以。慢慢来，可以。可以。那老师，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地方吗 ？OK， 好，那依照这个什么豆腐料理，先要确认那个豆腐的部分。要用蓝豆腐。对，蓝豆腐，传统豆腐要用嫩豆腐。是，也可以用，但是最好是用这个板豆，比较适合做其他的，像这个做汉堡肉，还有其他要做一个豆的豆的那个馅，好像用这个豆拌豆可以享受豆的那个味道。就是豆香味比较浓厚啊，浓郁。好，那但是老师，我知道说你在做板豆腐料理之前，你都会做一个，就是要先把那个水分。对。关于这个处理的部分是蛮重要的，因为这边我准备的是板豆腐，然后这边已经处理好了，那个去过那个去掉那个水分，那这个怎么去？要怎么去呢？可以放在那个，它就这个是一个盘子，盘子，这个豆腐放在上面，是，然后另外一个盘子放在上面，压住，上面放那个重东西，然后让那个水分出来，可以，然后等大概。15到30分钟，那就水差不多出来，然后水倒掉，那变成这个样。所以它这一块你们看起来有没有很像百叶豆腐的感觉？